近直播咯 Hello 对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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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高音，这个高八度，那要贴给你们看啊！你可以贴，你要贴那个啦。哦，我知道，灵魂嘶吼的，啊，很可爱，奇诺比呀。对，对，救命！酱油，怎么了？酱油，为什么喊救命？因为八点了吗？八点了。今天是酱油，今天是酱油，真的好惨。小玉，你在哪儿？替代品酱油，直接嘴爆没来的。我在下面遇到，哎、欸，怎么换我？喂，那我喊什么酱油？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我跟你在下面、欸、遇到小玉的灵魂。你自己走下去，这是你自己按的哦。你们在互相抓交替耶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是抖哎、欸！波波，你要不要交替一下？哪边？酱油久违的再度来菜菜，是的，菜菜啊、我已经忘记怎么避免跟酱油一对的人太难过，所以就全体一起难过，直接关掉。对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好好开心哦，好开心，对。Lucky， 啊，你继续摔，我去让观众来，加油！好、这样，圣诞节快到了，是该一些圣诞节讲的东西呀、啊。圣诞生日快到了，哒哒哒哒，斧头，哒哒哒哒，斧头，斧头，你知道下一个该杀谁了吗？唱大声一点，声他听不到啊！这样子吧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那观众进来啊！今天不是有那个吗？哦哦、这样子，今天不是有？Merry Christmas！ 哎、欸，对，那可以换个 skin 了。嗯，我圣诞节 skin 了。哦，杜米，圣诞 skin 还没换？我有收到你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动身啊！哦，我好几天没开人了。换个设定，我天哪！我注定是2077啊！我知道啊，有人2077忘记装显卡啦，要对啊，显卡忘记装，哎、欸欸，对啊，忘记装显卡，我差点忘记穿祛痘，太棒了！然后还忘记要拍片，哎、不要开了！你开启2077，一眨眼，一闭眼，三天过了，我的黑历史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点点纽扣啊？欸、我没有存到啊。哦，哦对耶，我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啊，我去年就没画、啊，我去年就没画。别到处让我看看。我拿去年的，这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了。我去看，可能大前年的吧。好几年没画了哦。我记得我有存，我找一下。Merry Christmas, I give you my heart. A very nice day.This year, darling, da da,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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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我唯一最红的就是海盗五克船长那一集。Jelly Pig 哎，杰克，哈？什么？你干嘛？不是，这听我解释，这不是我盖的。我要收版权费，我要收版权费。你很开心的在上面跳，不是你是谁？我换了服装而已啊，不是你是谁？就是你开心的在那里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人，而且还很开心。还帮我讲话？没有，就是你。我跟你讲，刚都是杰克盖的。对，就是你。而且你刚刚说听我解释，你要给我钱。你让人看得很不舒服，哦、有不有？哎、欸，我是。我是来送手套的，我很认真的盯着你看好久，想说你谁？我看你好谁？你谁？你这是女生的装扮吗？
对呀，对呀，还有吊带丝袜，赞呢、啊！我们的女神，酱油，你是不是想把它掀起来了？掀起来！哎，请问一下，在下面藏着什么？不好说，冷静，酱油。然后说会破土吗？你这样，他会想要直接开车，而且是开快车吗？我要提高了，我要提高酱油，有够了，有够了。酱油钱真的很多啊。要我钱很多耶、欸、这个我很穷，穷爆了。这个也太骗了吧，这个怎么了？对啊，哎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一切都是骗子，最后才有而已。这告诉我们长得可爱的都是男孩子。哦，有阿斯娜。哦，哪里？他下去了，他死了，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了。哎呀，亚斯娜，他死了。我操！啊，佐助也死了。沙斯盖哪里？沙斯盖打败了。沙斯盖，我刚刚变成佐助也死了。沙斯盖，我操啦！沙斯盖，有活下来的杀手哎、欸！不愧是有那个查克拉的，就死了。沙斯盖没有用啊，直接掉了、啊。亚斯娜，冲啊，亚斯娜！啊，让我们好好跑。See you， 亚斯娜。酱油久违来，直接让你 hot 起来。妈呀！炙热地狱 OK 的啦，稳的啦。你最拿手的啊！哇，我最不会了，我最不会。那你会什么？我会旁边喊六六六。没事，等一下你有问题，我们就怪波波。好，波波，好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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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波波，你要怎么负责？对啊，波波还关门吼，好哟。问号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对不对？感谢超级留言，哦，好好哦，他都有的，感谢。佐助死了，感谢超级留言。鳞次帮扶，感谢超级留言。来，而且我们今天哎、欸、又看到了杰克，不是我，你还把他带来？本金，你为什么有金眼？没有，刚刚抢起啊，但不是我带的。不找了，不找了，不找了，以后不找了。来，我们今天炙热地狱还有一个特别的，就是如果国王被送到敌方家里，嗯嗯，那国王会有赔罪的钱。哦哦，就是你把对方国王宝石送回来，我们不是会有1000分吗？对，那同时呢，对方国王会有800块钱，好补偿做赔礼，补偿避免他们有没有一直被送很可怜。哦。因为我只会给一个人啊，没办法给全队，所以就只有给国王。哦哦、但希望他们国王不要因此就一直来送死。没有办法给全队啊。然后说不定我们的国王也会很想要去送头，有没有？他蛮拽的，卖一下国王就有钱。那就来踹踹酱油。不要啦！哦，酱油，祖师庙，完蛋了。他突然觉得，只是喵喵，你的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啊。对，哦哦，我只会打在繁星身上哦。不要拿去买电梯，有点痛。你摸手，每个都要直直电梯啊！哦，哎呀，这个洞是 B O B O， 我要换下一个洞了。走开，你就不要我酱油下来了。我已经走了，走啊，你走 ，B O B O， 你也太孤单了吧？你那个洞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有一块，我你是不是被大家讨厌吗？好多钱，没有啊，我被大家讨厌不是。哎，酱油你好多钱，哎，酱油后面捡，钱，酱油，钱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先10块钱。哦，好，我8块，这里后面这里有2块酱油，10块，完了给错人了，直接叠上去，输定了，输定了，叠上去换岛，还记得吧？输了，完了。你为什么你叠的很奇怪？输了，赶紧再给你，感谢新会员，
哦，志强，我们相信你，赶快换稿。二楼，你可以的。志强，快呀！二楼，我二楼，我来了，输了，输了，完了，完了。B 哦 ，B 哦，你一开始就在挖宝，宝宝就要负责啊。B 哦，你很快。宝宝，我比较快啊，宝宝。本机是第二外送，我没有。这样你碰到了，原路下来，原路下来。I'm sorry。你下来这里，我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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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杰克，我好了。好，酱油人呢？来了，我在不要下来。吐司喵，你迷路了吗？等一下，吐司喵，我傻爆眼，你不要挖，不要挖。有两个黄金其实就可以了，20块就可以了。我挖通了，挖通了，挖通了。这样可以了，换稿，再去换稿，上去再换稿，去挖中间。快快快快！你不要再抢黄金了，你。我没有抢黄金，酱油你留一点。我缺一块钱。没有啊。头才能叠上去，不要叠啊！算了，没事。你用斧头，你用斧头，你用斧头叠。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吗？欸，老师，红色的部分。老师，我这全部 kick 了，全部 kick 了。挖走了，哎，挖走了。哦，酱油，不对不对，我们有说过，酱油没有达成就是 B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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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去送宝石了。你刚刚为什么都没有好好教导他？真是抱歉，牛牛。说好的酱油你教育，有这份教育啊。我要讲，刚刚是怎么被看的？你起码搞啊几百块，还没有挖到吗？来啊，几百块挖来啊！为什么对面的钱赚那么快啊？啊，就被挖走了，你听不到。因为被他们挖走啊。啊，所以他们在下面哦。啊，就是你太慢了，你太慢啊！不 ，B O B O 太慢了，没有 ，B O B O 太慢了，又我，好 ，B O B O， 天哪！啊，就你没有教啊！我好的，好好教的，都是骗人的。B O B O 表示我以后不要跟酱油一队了，妈的！我从此不想跟希特酱油组队。对啊，我很开心呢。哎，请问你现在跟希特酱油有玩吗？有，好，拜拜。怎么希特酱油有玩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欣姐，欣姐都是被你们这样子那个了。欣姐了。有没有挖我的黄金？我的，我还挖到一个金钻，好爽哦！哦对，然后还不弄努力啊，我们没钱了啊！没钱了，还要找大土司喵了。15头，不要啊！15头，我写信 FF 了。哎，国王，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出去送一下，对，出去送一下，我们就800块了。八百哎，我努力，我努力，两颗。两颗一千五哎，一千对啊，你想想你送是八百吗？一次就800块，对啊，800啊！你看这个稿哇哇，看这个速度哦，不玩了不玩了，稿全部给你，稿全部给你，石头全部给你，来全部拿，你不要这样，快点啦，来剑也给你，我没有稿，我已经挖不上去了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被关起来了，我没有稿啊。我们真快拯救老师，彪彪！我没有搞，没有石头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有有，我跟你，啊，完蛋了，我跟你在一起了。有有，我给你，我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哎，太丑了，他不是挖铁矿会有金矿吗？对啊，救命啊！挖这么多铁矿，到现在一个金矿都没有。正常啊，我真的是没挖到金矿，哎，好惨哦。对啊，请问是我的脸吗？你的脸？那有可能，你的脸长得像石头吗？长得有点像石头。我的脸长得很贫穷，不配拥有金矿。我那个让吐司喵去死，他就有800块了嘛，对不对？對啊、也是可以的。我刚刚就讲了，挖下去了吗？我可以帮你啦。挖下去几眼啦？你死，我们还要拿那个宝石然後去送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死一下，你们死一下，又可以开始骗，我可以自己跑过去啦。不是你跑过去，他们不一定会送啊。你赶快去演讲里，有没有？你死了，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演讲在哪里？走，我受不了，快点走，那上面。演讲，走，我可以穷成这样子，天哪！屁股，我连上去都没办法。你有没有挖到？我没挖上去啊。等一下，那你在这边讲。刚换了铁镐，然后 biu biu 还是给我石镐，我现在连黄金也挖不了啊。有没有得上去的路啊？我要自杀啦！不要自杀啦！玩不下去了。不是，要不要走？要不要走？要，可以啦，刷一下。等一下回不去啦，等一下回去的路被堵掉了。有一个来堵路了，走一个来别跳吧，走别跳吧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开战，直接弄他妹妹。他先弄我们啦。
我们已经被弄了啦。他已经关本兽了啦。有啦，我第二。太棒了！本机最好。哎、欸，我努力耶。对啊，然后我给你石稿跟铁稿，然后只变成石稿了，好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都捡到铁，你那个石稿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所有东西都不要了，丢光光了。有买了吗？给个金矿啦。不是要你，不是要勾勾带。勾勾带，勾勾带，有跑去岩浆了，现在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就要去了，你在哪里？你快去死，你快去死，等一下，我先跑，这里，要跑去哪？来，旗帜拿下来，旗帜拿下来，拿下来了，我们要在旁边，这样才可以捡到啊，要中间就有了，你这样去中间了，你死太快了吧，大姐。完了，第一次自杀、啊，不知道怎么自杀、啊，没有那个自杀手刀剑，还没自杀，有拿到了，有拿到了。因为他们打不到我们，所以这一定可以送到，因为还是前十分钟。哦，对耶，我还以为直接送给他们。哦，对，是啊，是没错啊，怎么了？是要送给他们，是啊、没错啊，是啊。你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搞不懂规则？哎呦，我们光复活了，光复活了！耶、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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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拜拜哟，拜拜！可以，二零有教我，国王赶紧八千八千啊，八千！我们的努力，多一个，我们八千两也是他们八千，努力！哎呦，哎，独子庙你800哟，努力！努力！我想要那个破玩意儿，你给我努力三千，不是要努力三岁？有地堡啊，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保险柜，对啊，有都买了。那我就跟着你赶快买技能，升一升装备。我想要一年份的饮料，我也想要，不够钱呐、啊。我要当奶茶怪兽，我要当珍珠奶茶怪兽。我们的哦，岩浆块，哇，谁在挖岩浆块？哦，那么猛，完了，可是我们现在要输1000分，对啊，没事了，我没有800块，你害我们输1000分，给你等下，杰克那个地狱幽灵就炸起来了，这也要去干啊？都是杰克要做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对啊，都我做，我也是，吉祥物。我可以帮你们生产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的岩浆块也被挖了。我没有去放箱子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去放。我连黑曜石稿都没有。啊！我怕我等下跟波波走，我的稿又变石稿了。他都会没收我的稿。没收。从哪里上去啊？哇！不，我直接堵掉了。你要直接再找一個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水呢？铁都不会生黄金呢。是啊。我要去放香神。为什么不给我黄金儿？为什么不给我黄金儿？黄金儿。太惨了。黄金间。哦，不是啊，在挖这个。我懂。啊，你懂。我们之间不需要第二句话，真的。OK， 一句话就懂彼此啊。OK， 你不打枪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好。哎呦，中间准备喽。你别去抢中间啊，他在啦。然后发大财了。发大财。这我就放这边。敢不敢给金矿？不敢。哎、欸，100块，好爽啊！感谢有你，感谢有你。哦，杜米，你都这样抢钱，抢金宝，你都可以骗婚了，很棒。杜米，那个酱油，后面给你一个人，一个人物。哦，你怎么能挖我们？他挖掉了。他为什么不行？他为什么不行？他可以啊。他可以。你过去打。你不能恨他！土司喵，你在哪？土司喵，你不要打架，你不要想不开。我帮你好了。他下去，你看，就这样子啊。土司喵有没有简单？哦，我金苹果给你，金苹果给你。你没有对他来说太难了。哎呦，金苹果给你。我刚骗来的都给你啊。
吐司面还有200块、欸，好好哦、喔，好羡慕哦、喔，哦，羡慕、喔，好好哦、喔，有奖励吗？好好、喔，给你拿去。那个领钱在楼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变成书柜的形状哦、喔，希望变成书柜。这这倒不用啦，我怕它会被炸掉，也是可以。吐司面领钱在这里，领钱在这里，为你介绍。吐司面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领钱在这里。你帮他领钱，你帮他领钱。哪里来哪里，我也不知道哪里耶，吐司面哦。啊！我哦呦呦，我地上捡到钱了哟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谢谢大大，谢谢国王大大。我也想要捡到钱，国王。我也想要捡到钱。七分靠打拼，不是啊，七分靠捡钱啊。这边捡错了，老师分一点啊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哦，一点啊，给你，给你，一点啊，一点，一点，一颗。完了，我就知道。两点，给你两点。啊，你真真好。在我们，你就打他，你就打他。问那么多，打他。打佐助偷袭耶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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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不会输，阴险狡诈吗？可以的，酱油偷袭呀！佐助 ，I look you 。你们 I look you 是什么文法？我看着你，我刚刚在跟那个人蹲蹲，你干嘛冒出来啦？那怎么人摔死了？他也想要跟你蹲蹲。干嘛啦？我这里没有名人呐、啊。空三回，你找我也没有名人跟小英给你。他说你就是找了你千里迢迢就是为了看你。他一直在我跟我蹲蹲，然后趁机叫佐助来。没错啦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国王啊！干嘛啦？没事没事没事、欸、没事、哦、没事，很安全很安全。哎、欸，我刚买耶、欸！傻眼。哦，良心企业哦，热腾腾直接没。是良心企业，我要准备去做变成书柜的形状了。你可以炸对方的书柜，说明他们已经有了。他们来势汹汹哦。哦，直接一定要炸七炸七酱油一波。太可恶了！本期怎么了？有人要到文家喽。好，好。嗯，我看到了他从上面。上面两个人欸，上面黑曜石那黑曜石门那边，没办法，还太穷了。对，我放一个箱子了，需要一点时间。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杰克，你好赤裸啊！这就是希望我自己，你知道我的装备啊，我的剑啊，全部都换成炸弹形状了。然后他刚才给我回去，全部扔掉了。没有，国家吃你钱啊！你这是做良心企业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跟随杰克一定赔光。你想啊，那你要问我们国王为什么要限制？哎，国王，等下换你当国王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你要事件选举你就完蛋了。我当国王，我直接跳海。没有海哦，没有海，没有海哦，岩浆掉岩浆，所以你一定活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活到最后。我觉得你们适合更好的国王，那个人不是我。Goodbye。除了你，我们谁也不追随。不不不，那我们一起跳海。就没有海，没有海啊！先填吗？那我们你要先填海哦，人造海。不会死的那种。露米跟你挖比较有钱。不要不要，偷我的钉。好运波波呢？有啊，说好的 BOBO 呢？他的好运是钻石。我怎么听到外面在打架？屋顶哦，屋顶哦，屋顶哦，屋顶，屋顶，屋顶。十一个，十一个。他唱着你的歌，他唱着你歌。好笑吗？啊哈哈哈哈！呵呵呵呵呵。BOBO 好会说笑啊！没有，你们就是哦，真的很好笑哎，好好笑，开心果呢。对呀、啊，哦，你是我们的许孝顺呢，可以不要写我吗？哦，你是我们的冯恰恰呢，这样你很大哦，很大，超大，你的鼻孔很大，冯恰恰也鼻孔多，冯恰恰，冯恰恰，我现在来告你啊，痛啊，痛啊，冯恰恰也鼻孔多。要好好讲话哦，到时候彭恰恰把你关在鼻孔里。
你这个才很微，我这才被告了。完了，你要被告了。哦，屋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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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屋顶，屋顶。果然是没有挖哦。有，你最棒。快跑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，你快跑。跑跑路，跟着他跑，逃逃逃。再跑了，还有弓，打不过。啊！你在哪？你在哪上路？你可以拿盾，你拱呢也可以吃。你快下来！你血比较多，你下来，你摔死也没关系，你摔死也下来。我帮他，我帮他，我帮他。你打不赢就不要叠那么高，拜托。我没有叠，我直接戳上去。啊，对啊，你也不要这么高啊。阿夏，你不要想不开，你还活着吗，国王？想不开在，在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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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烧死了，他烧死了，他烧了，他烧了，他死掉，他死掉。有点，我一直闻到烤箱，还送我电池。哎呀，哎，所以他掉下去，掉下去，他还活着，还活着。他吃了金苹果。金苹果是台语叫做金苹果，最好了。是这样吗？我刚怀疑一下。金捧个，金捧个，跑啊，都跑啊！哎，你后面还有，你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人。还用，还用，还用。干回来了，一看你都买剑士啊？为什么这家伙都不会扣血啊？无敌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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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屁孩，我靠！哦，而且还是追着头跑，为什么？原来是你把小屁孩引过来的，气死！死屁孩！死屁孩！死屁孩！是有那个坏人，他们两个，两个人。我们好多人哦！他们现在是全面进攻吗？很多很多，四个四个，全面进攻哦。先缓一下，打不过，好的。你不要打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哦，你又赢他，又赢他，有有有，又赢一个，又赢一个。啊，打！你只吃，你只吃，你只吃。你身上也要买一个盾牌哦，你可以主手举盾，你知道吗？主手举盾。哦，真的哦。主手。对。嘿。你副手拿旗子嘛，主手可以举。我算来算去，我算来算去。爆冲啊！对。爆冲，爆冲。哎，他那爆冲，基本上他自己很难控制。人家去了。门口一个，门口一个，拿着弓，他干嘛、啊？他的弓应该已经强力二三了，有一点点疼。我先把它变成那个附魔的形状。附魔的形状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我先保护一下。行的，你不要保护到连书柜都放不了啊。有人叠上来了。二楼，杰克后面有一个哦。啊！救我！我举着盾，你举着盾就对了。我们是后面，打去。没什么装备啊。换一个盾牌。因为细汉的时阵，用金条啊抵抗。哦，反应。你打他，后面还有人啊。哎。是狼友。是不是钱都要存款出来啊？有点忘了。可以啊，可以，都给我们。嗯，放在里面拿出来都行。哇，他们那哇，另一个弓箭手，好痛好痛！他们国王啊，他们国王弓箭手好痛。我们需要有人去稍微看看他们家书柜有没有。好。好。等一下，他们都冲起附魔了。图书喵，不要出去，你回来，这个回来了，这个好卡。等一下，打不动哎、欸，他完全不会击退、欸。回去，就帮你解，帮你解。你滑了没？没。我捡到。你不要出门啊！我就说他们弓很痛啊。超级痛的。危险呐！我掉装了。我绝盾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绝在家里？哦，重点是钱。天梯，我放好多钱进去。哎，我被公司了。好，结束了。我的装，刚好结束。还好。先去捡。用金头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捡个光啊，大姐。哎，不听人讲话，很急哦。我先 OK， 我按了什么？不 OK， 你按了准备。嗯，保险做一些保护你的章。啊，打眼了。我看你出来干嘛？叫你出来干嘛？我回来了。哇，
我觉得左边幽灵那边好刺激哦，好多人。没办法、啊，一直冲出去，三个工队冲一趟。不冲了，不冲了，我要农了，我装备掉了，农一下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赚钱。公民，我有书柜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好，可是我已经付了。是我才叫你。这场队友都好恐怖啊！是麦琳娜的那样吗？就派他们技能要怎么用啊 ？Q 出去啊 ！Q 啊！你要对 Q 对 Q， 好是我的意思。你要先血哦。不过我们需要好的武器。哦，我去看书柜，先来一把武器。哇，这样也吃得到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他的盾呢，谢谢。喂，给我不用你的酷酷哦，来势汹汹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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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颗有一颗，你死了，死了，书柜我书柜书柜保护的好，书柜，书柜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他碰到我书柜，他这个就我就哎呀，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了。啊、波波波，你小心，你会被射死啊！你不要了，你会射死哦。没差啦，你先吃饱啊！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你为什么、啊、你在那？你没听话？有有有有有，我先吃，我先吃，我刚吃了，我刚吃了，我刚吃了。巴蒂姐在那边射，躲啊，先躲啊，大哥。不行，他碰了我的。你等一下就死了。他等一下碰死你了。我一看你都要死了。哎呦，我看真的是，我真的要死了。你在讲什么？他不听人话、啊，他退去了，他退去了，他又回来了。你食物够哈？有有有，我还有技能，我还有技能。哦，你干啥？先来把好的剑呢、啊？好的剑，我好的弓。你要赞他是不是？好，对啊，抢他的弓啊！炸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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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有有，挡到！塞下去，塞下去！他金苹果很多啊，那都买好了。嗯、你有炸弹吗？没有。有人去看过他家有没有？他们家有没有书柜吗？我过不去哦。我在、哦、我们家楼上还有一个，家楼上还有一个。我说他们家、啊。有过啊，我们家。你家的。听我解释。没事啦，是你的啦。哎、欸，你给我过来。岩浆。岩浆快，又不是我挖的。岩浆快，好。喂，又有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炸了，我炸了，你小心哦。哦，偷偷附一下魔嘛。怎样？你死了？我就说你会死，你就不相信我。啊哦、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？刚刚被射到了。对啊，我就说他弓很痛啊，他们很可能有好的附魔、啊。也好，可能就哦，他把自己炸死了。外面是那个国王，可他弓强三强四哦，很痛。嗯嗯。哎呦，我先把装备好了。对我刚所以就说需要一把好的武器先，嗯，外面有一个，一把剑或弓就可以打很多回去。你现在什么的？锋利几？二而已。那你要不要先去拿变成锋利三？加。哎、欸，露米，头顶上有人哦，屋顶上有一个。我帮你卸，他们已经弓都架在门口了、啊。嗯，那些都是要附魔的。哦，那些都要附魔的，来来，给你给你。对啊。感谢你。所以有人去看过他们家了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走不过去啊，太痛了。去。又来个、哦。就他们在我们的门口那个屋顶守着，杀不死。真是坏、欸。冷峻分。巧克力，你后面小心。屋顶守着。屋顶啊，像我们屋顶就两个。一直丢手榴弹，一掉下来了。让弓先来打回去。很重了。噔噔噔！哦，完蛋了！
你在下面，二楼，有传送吗？二楼，二楼，直接瞬移走。完啊！哎呀，我中间被打进岩浆，我无敌，但是撑不住，撑不住，撑不住，撑不住。对，他直接在岩浆里打我。啊！哎呦喂！在中间。啊！我拿他拿到了，他拿到了，他拿到了。没事，你没有装。哦，他真无敌！哎呦！啊！酱油，酱油！加油，凶啊！他顺走，他顺走了，没办法替你报仇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人很爱打我、欸，哎，我每次看到都是他，可恶，我记住你了。他刚叫啥？我忘了。对面没有书柜。啊，我们慢慢叠的。楼上又有人哦。OK， 慢慢解决，慢慢解决。来喽，来喽。楼上楼可以围支援，他下二楼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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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，他们现在在桥这边。你抬头看什么？酱油。我刚刚看有。土司喵，你快要被送到的时候，可以说我们就可以力量来一波打一下。土司喵，我在找谁在拿我的宝石。哦，对，你刚刚要先看清楚，全部都在发光，门口两个，但是没有人要过去宝石宝座那边。好，就拿着。应该就是不想要给钱啊，解决掉。那也没关系啊， okay. 至少也不会被赚分，毕竟我们有。我看一下哦。微弱势，你们现在稍微打回来一点啊。有 ，OK， 好。有这个刺激打法。刺激，刺激，刺激。刺激。让我过敏好一点。是这样子吗？肾上腺素燃烧起来。我们需要有在持续附魔的朋友们。等一下钱哈、啊，那个弟弟已经没办法附魔了，补一下，来开补。哎，最会补路了。哎呦，射死射死射死！我这边怎么一堆箱子？我不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弓，慢慢叠也可以。知道。他们的发光大门都已经打死了，现在只有三个。楼上还有零散的几只小猫来，持续来免洗的那种。弟弟小心哦，弟弟有人哦。有看到。嗯，我就尽量在我们家这里上面。嗯、在哪？那一直在炸东西的，有发光都可以再用哦，可以持续。建哪里？挖起来，它应该隐形吧？我这上面没看到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在这边呢。隐形啊，在二楼，对，在二楼隐形。我来了。哇，粒子大师。没有啊。杰克后面。有。我没有。那你在哪里？看到了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这个洞吗？他在那个洞里面。粒子用炸的，哎呀，看你有多少钱。哎呦！哇，痛死了！桥上还有，桥上还有人哦，桥上。他也是会喷毒的。哎呀！不一定。没无敌还没好，没关系。我也没啥装。有够凶。选举日是一样一样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们光写啥？我们家怎么被炸成这个稀巴烂呢？对啊，刚有人进来丢，有个人在屋顶哦。我好像用箱子叠，对他又在炸了。屋顶一个又来了，朝后面。他们基本上就是全方位的炸弹，哇！他们趁刚刚那一波，哎呦，有离婚，死掉就马上冲过来了。嗯。屋顶是国王，屋顶是国王、啊，屋顶是国王，但他光的弓强三强四哦，超痛。我想下哦，你是不是要等到那个一个半小时后才有弓？
我现在头顶上两个人呢、啊。我们刚刚还有头顶就是国王，现在要慢慢打回去啊。两个人。现在上面先打、啊、头顶三个，上面人太多了。哇！底下两个，底下两个。哇！我要被先一边一边打吧，上面可能要先来、啊。上面的是强三强四哦、欸，然后下面又有，哇！主要他们是全面入了，哇，就全面都进来。大家可以用炸弹。哎，二楼后门这边有两个哦。OK， 有没有人来打？东北没起来、啊，没办法打。哎呦，合力上他，合力上他！有，哎，无敌，传走了，走了。二楼进来一个哦。OK， 财神爷，那是国王吧？这不是家门，那个出二楼。哎呦，升下去了，他们带走。哇！哦，对，那边有一个国王，后面国王。哎，五郎不？魔狼。有国王金岩浆，国王金岩浆，国王金岩浆，他们逃走了，逃走了，顺延顺意了，顺走了，顺走了，他们在他们家里。所以一把弓都没有，好吧？不不，我弄啊，我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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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起来啊！我弄，我弄，我弄，没事。我有一把强二，我家有点惨啊。好，哎，对啊，那个路可以先铺一下，不然真的。连提个款都提不了，没石头了。哎呦，父母那边感觉要有人帮忙手，不然真的没办法付。嗯，哎呦，反正哇，他超痛哎、欸，一把弓而已、欸，超痛一下哎、欸。盾牌。提款那边国王进去，杰克后面来了，哎、欸，有人上二楼，他想升路来了，哦，没辙，你有盾吗？你有盾吗？没盾呢，哦好，后面后面哦，我先来打这个，是国王，对哦，把，哎、欸，等，他不是国王吗？哦，他不是，哎。哎呦，酱油，酱，你有石头吗？什么石头？哇，还开砍爆、啊！有鹅卵石。我开了，我开了。有啊，超痛！光无敌，光无敌啊！你帮我把路铺一铺。好啊，哎、欸，铁砖，铁给你在哪里啊？铁砖。打光，打光。楼上，楼上，楼上。他举盾，他举盾。自建石，他们的人来了。哎、欸，宝宝，怎么了？我这个给你好了，给你用。哪个？他们上面用弓啊。这个是强一，强一。有一个下去。好，都丢了吗？这都给你了。感谢感谢。不行啊，这样打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、啊。可是可以一直跳下去，一直跳下去。下面那个两个蓝色，一个是光，你们一出来就可以直接跳下去，本机也可以跳下去打他们。看有没有机会？哎呦，空间挖大了。我们楼上还是有一个人哦，就在射我们了、啊。这个要先打。我、哦、没见。国王是走了，走了。国王在后面，国王在后面。你在跟我讲话吗？国王还在，国王还在，国王还在，还在。谁是谁是？誰是你看，有一只。哎呦，先去拼他们两个吧。你们要听到、啊，我们在这边拼这个。岩浆块那边的洞，然后可以下去，然后免洗下去去打，这样打他们国王在这里，他们国王在这里，酱油国王叠上去，酱油打得死吗？打不死，打不死。波波波波本那个本机后杰克可以来吗？下面岩浆块那边，哇，他们出来了，他们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但他们国王掉到岩浆也掉到岩浆里了，掉到岩浆里了。好，中间的吗？对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来了来了，装备太强了，他爬起来了，就那个，就这只，射死了，这只是忘你的武器强哦，刚孵出来的，
波波你拿到，波波你拿到，你走你走你走，我有瞬移，我有瞬移，我有瞬移，你瞬移没有用，你是渣男，你没讲，有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，在我身上啊，你是不是渣男？你走，他没发现，他没发现，我刚死掉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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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楼一楼，哦，没安全，我丢，叠过去，二楼两只，都放，二楼两只哦，二楼，丢了，丢，我丢了。好硬哦，好难打啊、哦！本机后面两只，哎呦喂啊，更痛了他们现在力量，他们现在力量哦，无敌了、哦！他们光着钱，等下要等我有空。哇，我已经铁剑了，打得有够凶。在家里，在家里，很难。他们现在家里的会有力量哦，要小心。哎，二楼一只哦。啊，瞬移。他无敌，他无敌啊，无敌！你可以先二楼一个，二楼一个，三楼、哦。哎、欸、，OK， 二楼。顺走，顺走，顺走。二楼，哎呀，谢啦，你的财产给我啦，太棒了！巧克力，这给你，我等下做一个。我先给他们。好，国王浅浅。外面有一个人要进去了，又来一个。哎，那个上地下，你们都没看到人。旁边有一个，我靠，在马上 C， 家里小心哦。巧克力，你身上有枪声哦。Okay. 有，我看到。我在挖那个哦，集体挖那个熔岩块。好，来了。哎呦喂啊！这样你真的不知道干嘛的话，你就领钱出来给我们换箱子。有啊，我把我钱都领出来给你们了。然后这场比较刺激，你可以那个提升一下你的稿子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躲起来继续挖钱。我的钱死掉还会加吗？也是很不错的。一楼有人哦，岩浆块那边需要资源哦。嘿嘿。啊，没有石头。手喷光了。岩浆块那边需要放那个哦，箱子。哎呦，哎，跨龙魔，我死了，你死在哪里？那视频要结束了，有了。哎呦喂，不行了，钱真的是要先去升一下装备啊。岩浆块，一楼，没办法，外面出不去。好，我那边在弓箭支援了。好，二楼有。为什么我们家底下有高腰苦力怕啦？是爬过去的。对。哎，白金，后面有一个高腰，我帮助他了。啊，风魔这边帮我。二楼。哦。哎。二楼哦，后面两个人，没辙哎、欸，好烦哦。有一个隐形在三楼，又失明，嘿，一个隐形 TNT 在三楼，然后有一个没隐形的，啊，他有发光，这些还 OK， 有。嗯，他把自己二楼附魔台外面有一只掉下去了，掉到底下了，有下去了，一直炸，炸不停。哎、欸，国王，你们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，我没有用啊，我是阿飘。我那边是，你现在是被灵魂绑架、欸。我现在是阿飘。哎，你居然没中。没石头了，死了！跳下去挖，我已经跳下来挖。战争结束了，结束。放地方宝，坚坚在我面前。你还可以下去，你刚刚下去挖就好了。等一下再那个、哦，等大家好了再按呢。好，你们先用。还行，
是身上就靠一把弓，破破烂烂，靠一把弓打全世界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多做几把。土之喵，你可以那个，你先前放箱子啊，箱子有一个附魔金苹果是你的、啊，你可以拿，有问题就吃掉啊，直接吃，毕竟是国王啊，最重要的。直接泡岩浆。哦，对面国王好有钱哦、啊。酱油，你要记得你的稿子是那个矿工黑曜石稿，如果有掉阶再把它升回去。嗯。因为那个挖矿效率才高。是效率。Everybody OK？ OK。我就直接摔下来，全部人都下来。哦，结果啊，泰坦君们，兔子喵，哇，兔子喵，你赚，你前面赚了，我捡好多哦。他刚九百，他刚九百多块。政治联姻啊，赚哦！我先把钱都领出来，挖到的，谁挖到的？全部领，多领一点，多领一点。我怕等一下要被绑架了。哇，这个好贵哦！哦，我的天哪，不行了，我看到这个路，这个路会疯掉。走商店，啊靠，哭啊！土地上土人在哪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摔到家里。好，这路很难，这个路。他们熔岩块又是在炸哦。好。领不到钱。我没钱啊。五十都不行吗？我想领十个，没十个。他又开始炸了。对面又开始炸了。哦，不能放。哦。哎。哇塞，屁嘞！他攻太强了，直接炸了。嗯，我被射两箭，就只剩一滴了。Oh my god！ 还知道叠强是强我，也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呢。宝宝小心哦！我知道。有一只在下面喽。有没有人？巧克力后面有一个。国王在打。他睡影。他跑。一楼帮个。大厅，哦，太痛了吧！哦，二楼，啊，嗯，直接摔下去，坑坑巴巴，变成那个了，昨天装了巧克力，对，我知道，哎呦，没钱，真的没钱，哎呦，哇，一箭我就要死啦，哦，两箭，天哪！Oh my god！ 他在哪？关门兽，中间二楼一个，弓还蛮强的。一楼一个，好困难哦。杰克拍谁？弓被炸掉了。没事，我这边好一把。好，他们现在趁我很穷。我尽力去顶楼那个。二楼那个很痛，需要帮忙。他那弓超痛啊！我绕他屁股，绕他屁股。我是掉牛排而已。哦，他下来了。下一楼。他应该是有那个瞬移才来。没有，他用掉了。他走了。你看。对。楼上还有一只。哦，他下来了。他在打谁？为什么我在中毒？地狱门。恶心。啊！赶快保险箱。哦，感谢直接电梯下了哦。哎呦喂啊！哇，一箭！哇，要掉装啦！啊，一直被弄啊！去挖个石头啊，没石头了。那个传送又回来了，他在顶楼。Oh my god！ 我摔到哪了？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。顶楼，我再跟他打，看回来。好。哎、欸。他掉下去。我可以接。没有他。哦。我当然照见哦。都这么富的吗？你看你铺那么平，帮了他们，你很棒。啊、没事啦。问号一箭，快让我死！他两箭，有痛吗？没有，
哇，那应该还好。射到他十七滴血，在楼下挖东西。射到他，然后装比较好。对啊。哎呦，啊，没有毒，开毒了，开毒了。啊。跳不起来。你有办法炸那个幽灵啊？他们会死，关键太多了，他们会死，都错过去。我看不到，天哪，怎么都看不见？对啊，不够黑，死我死了，我就看着这样吧。二楼，二楼这只，不要下了。等一下，两个波在凋零吗？我在凋零。你在哪？你在家，赶快死，然后我马上复活你就好。我在家，那就好啦。然后弟弟，那就上来呀、啊。弟弟、哦，那就上来呀、啊。上去，你刚刚上去。那个，我觉得楼、欸、上楼上这个先打，在那个。你要不要先打掉，然后再、哦、再上去？这个、先打掉。翻新可以上来帮忙吗？这只好。二楼掉一把强山哦。二楼的这只，哇，又死到剩下也装备了。啊，那个很难打，那装备。太好了，一开始没中我。又死掉了吗？哇，有个痛哎、欸。嗯。站在一个人旁边。装备好了。一下，啊对。把板换成。哦。再 repeat， 先别来啊！接后面这个、哦。等一下，我升个装。他们一直来，等一下。对。他想烧我。哇！别搞，弟弟弟弟，哎、欸，弟弟那个小，哎、欸，那谁？顺走，顺走，顺走了，顺走了，顺。还放地嘞！天哪、啊！呀，他们真的很多钱呢、欸，经济太好，钱太多了、啊，钱太多了。哎呀，是谁啊？哎、欸，有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可以。你们要开始啊？有。跌死吧，死不去。只有半颗，死了、啊、死了死了。啊！还想死就要这个哦，要复活、啊。先收一下，等我们打完这一波，看有没有办法。OK， 帮你们看，他们直接复活。哎、欸，我看有人来了，这样子挺多钱的。对。但是没有空去附魔或弄装备。早就附魔，但没摘。二楼他们装已经太强了，一直来，错过一开始，嗯，负太算负太慢了，嗯，我看有没有机会吧，哇，只是这个分数差有点大，楼上两个，楼上两只，有这建议往上爬，有下去了，下去了啊，有一只，我们家都不我们家了。根本出不去。当天被清楚了，蓝队的。我那被清楚用，我说对面了，对面我刚刚用的、哦。有人又在岩浆块哦。我先去处理岩浆块。啊！现在没有钱，应该跳岩浆出来解决它。哦，杜米棒。只能从一开始就不能。不能泄气才有办法。泄了一开始这招啊难打了。还打还炸是谁还炸我去买箱子等我。啊。有。就是你又坏，坑巴巴，气死了！哎，真的超坑，怎么没有人了？对啊，啊，来不及！再来！哎、欸，让我放一下。有多少补一点？哎呦！加油！加油！嗯。我不知道从那个弓挺嘲讽的，那个好烦的那个，啊，
啊，那武器啊，跟打字一样啊，你那个乱命名的，以后都要注意哦。今天最后一场，感觉到被 BM 了，被 BM 了，爽这一局背一辈子。有，解决掉。有盾牌吗？他有盾牌吗？他掉了，赶快去改一改名字啊！耶，我有盾牌了，又来喽。我们也都是用干干净净的，彼此互相干净，尊重。顺走了，又有瞬移 ，Oh my god！ 他们一定有瞬移才会很敢屠戮啊！这天空爬的是谁啊？我来会会他，会会，会会会用爆破魔法那个。哦、天哪！哦，五百颗电浆，摔死了！我炸个幽灵，马上就来手，吓死！一定的，一定的。这国王真的是球，哎呦中，我到中间了，哦，哎呦，差一点就掉进岩浆海了。哎，中间有挖到吗？哦，没有啊，被他挖。中间被挖了，被对面挖的，让我看到。土司庙要不要复活一下啦？有点怕，所以你可以吸引他们。在做诱饵。对啊，就是怕装备打不过啊，主要是。没有，是已经打不过了。他们超痛。已经打不过了。就装备。我现在知道了当妈妈养家的辛苦。谢谢。谢谢妈妈。养活我们。哎呦呀！其实是母亲，妈妈先太慢了。可是我觉得你的遭遇是相反呢、欸。对，你是要养你妈不是吗？怎么啊？有人来？是米吗？在哪里？家里一楼，一楼，家里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往二楼走了，下去了。哭啊！还没，还在二楼。我来了。下去吧，啊，我也下来。有，六四名，六四名。大伯啊，欸、那你要先吃起来哦。有麻了。吃，我吃饭，吃饭。吃苹果，吃苹果。贾鹏哥。一天一苹果，医生会远离我。不要射我，我你射我，这黑黑就没了。后面还有两个，哦，有了，哇，两个又守门，我，专业守门员，还是得出去，不然人也多。一个要上二楼了，光哦，光在二楼那个，二楼才那个，对，一响，那应该顺应该好了。一楼一个进来，有，我先去解决他。需要再一个强力，蓝青，快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哎呦，哎，射走，他在那个地狱对面地狱门那边。哇，真的吃苹果呢？苹果很好吃耶、欸！你们给我苹果耶、欸，好开心啊！哎、欸，阿飞，我看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谢谢大大无私的分享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泡泡面有调味料。然后殊不知，你可能被他打过很多次，对。對然后他打我就没了。他是拿你的钱给你，你懂吗？哦、好吧，那我自己上厕所吧。哦不，又被跑掉了。厨师应该是上不出来。你还有盾牌吗？我没有，给你一个，有，好，箱子有很多你的钱啊，可以用，我想又再去领钱放进去，等一下、哦、我铺个路铺，哎、欸，后面，土司庙走，不可怕、哦，你可以不要走后面吧，我好害怕、哦，你要走又来了，真的很困难，这个路真的很困难，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你可以。这边好有队伍意识哦！好啊，他们说不定，打职业王国，职业的哦，掉进江里了，白痴哦！啊，你说这一批可的确职业的、
是啦。阿爸爸，小姐，大姐姐，不要看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屁股。国王，阿不就很会射，阿不就很会射。国王在哪？国王在中间，我们家门口。好可怕哦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们两个不要让我自己笑尴尬好吗？啊？那是谁掉进去啊？有射死一个发光。这不是队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？就看到强二的光吗？你在哪？不用不用，我在家，我在家。我想去看能不能拿分。我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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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间江，中间江，中间江，光在中间江。那个很痛的在上面射你，他提高，他提高，那巧克力。他被岩浆烧到还这么的不痛啊？对，他光吃金苹果，他没有太强，他金苹果太多了。各包红包。我就看要不要赌博试试看，让我扣一点。对，你们连赌就赌，但是还是要炸那个啦。看有没有，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好。哦，有人在二楼，等一下。天哪、啊，橘色。啊！摔死，没事。哦，他是火焰弓，等一下，来火焰弓。有没有无敌？无敌？没有无敌，无敌用掉了。欸、啊，他啊。本机有点痛啊，这里的弓。我恭喜保护一弟，我们家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土司庙。他传走，了。哇，我死在中间的样子。你死在中间。刚才抢第四的，刚才抢第四的。对，你在哪里？哇，中间哦，刚送回去了。有看到他了，他拿着。土司庙你死了，死了。对，抢第四。感谢 OK， 强力复活。有强力四是逆转的号角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复很快就给出来了。以后还是你们那个箱子，箱子的钱要不要拿一拿？嗯，箱子还一把那个强二。哦。国王禁岩浆。干嘛、啊？不要射了。土司庙，你刚刚是那个吗？我现在在免洗了，后面刚被家里有一个洞。等一下，我根本没机会走出去，好。加油，加油，杀了，加油，杀了！哦，现在很危险，直接杀了，不用吃了。没有，我本来想要拿加扣扣，赶快放进去。很小哦，你锁链装哦，很凄惨哦。我直接免洗了，不想生了。可是。应该说现在要更惨，那个土司庙再怎么样也吃起来血量。我家里有人吗？有什么人？现在没有蓝的，现在都是我们家。没有蓝吗？因为我们怕。没有。顶楼有一只。顶楼我在射。我带了很多钱回来，各位还有发光，我帮你发光了。哦，你很棒。哇，那个超痛哎。哇，还有附金骨果。怎样？对啊。哇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哥哥。还有刚刚有超善良给我金苹果，超善良。哎、欸，他走了吗？错了。哦，对面是发光，天哪，我不能做事哎。哇，是不是死？哇，两件。哎呀，哎，我要做这代机。我去死一下。去死一下。这样才能偷偷，这样才能偷偷的。顶楼有一只哦，没有垫脚石啊！哎不是，哎呦掉下来了，这洞也太大了！啊掉下去，掉下去！他在一楼啊，他、啊、那个也是满满金苹果啊！哎，有家里很多，人很多，没有很多啦，没有很多啦。有很多吗？没有传送了，对不光传送，在我们家有集体，坑坑巴巴的家，天哪！天哪！补不回来的家，补一次就被炸，上不来。还有一个洞是直接掉到会死掉。哦，然后我装备用那个了，你又掉价。嗯，我今天掉了三次了、欸。对啊，你死了30次了。对啊 ，QQ 对面杀很凶，又来了，拼命去挡啊！他们快速先复出来，然后就一直打过来了。在哪里？
上不去。人头弟弟啊！等一下啦，这里上不去，你还要打我？后面后面，奔走了。悠悠，这一个去。嗯？喂？这个都是不见的，没有农庄的才有办法打，那些农庄的就打不了。射个要射一射，然后又吃金苹果，就没办法。嗯，本机，嗯，我应该打不赢，赌一赌吧，剩十秒了，剩十秒了，那边没了，至少开心赌完，啊，赌完它，耶，yeah, 开炸喽，炸死国王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哦，其实又气又帅。我才发现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。没有，最近的那个观众场都比较 free， 皮都松了。下一场一开始就直接先龙附魔，直接附起来，真的直接叠起来。下一场观众会换人吗？会，你会怕吗？好奇。会让不同的，我们 IP 也会更换。很棒，五十秒，五十秒，五十秒，准备。有，好，等一下。啊！五十秒哭了。五十秒表示那个速度，他想要速度换 IP。我懂。你把五十秒打哭了。哦。你看看你们。国王怒跳。那这样记得支 IP 哦。好。他说他要支 IP 哦。好，吃颗长鸭鸭菌。哦，啊，这一波至少还可以打。之前好像是那个水上的，就真的是打都打不了。嗯，打不了。那时候也是遇到来势汹汹，然后船那个船都炸了，我们只能漂游四海。哇！我这次还有在风景盖个房。噔噔。记得这 IP 哦。好，嗯，还没，等一下，还没，等我一下。复制地图，还匕首可以领东西吗？哦，有了。遮挡画面。嗯，哦，1.16，192.192，192.192，1.168.168嘛，对，我知道。嗯骗人，可以来了。1.14.4.4.2，那我让下一波观众来啦。速度，我的右手废了，我算了。我要飞，自己打。我可以飞了，我可以飞了。有啦，我会了 F3 加 N 嘛，对不对？是哦，爸爸教的好，我记得了。妈，我教的啦。繁星教，可以吗？解释繁星。我不要，我轻松生存教过你2次、3次了。你说下次会记得的，是你是谁讲的？是谁讲的？是谁讲的？我记得呀，我刚刚用出来了。是谁？我刚刚用出来了，真的。我记得个 F 三加多少是直接游戏关掉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哪一个？还是这版本没有？是 auto 加 F 4，那个 F 3加 C 按住。
我不要。哦，对对对，哎、欸、，F 三加 C， 你可以玩玩看。可以玩玩看。我会飞出去吧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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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进来就好了。够吗？嗯。我试试。游戏崩溃倒数八，很好玩啊！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再也不崩溃了。啊！它长得好像巧克力哦。哦，这是地板门，拍谁？巧克力地板门。它长得好像巧克力啊、哦！你知道你师傅轻松生存是盖这个材质的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双十二的时候很值得买，哎呦，双十二月很穷，没有健身环哦，不用健身环了啦，去健身房啦，哦，没钱，你可以看看，去健身环不就是要去找艳遇的那一种吗？就是要拍照打卡，然后上传，我、哦、今天来运动咯，然后坐在器材上面滑手机快半小时。哎、欸，我听那个有些健身房的那个有个朋友说，他当初去是看到很多美女在那边打卡，结果去了以后，他发现自己是全场最好看的。我说真的假的啊？健身房打卡，今天也打卡报到喽，啾啾啾咪，哎呦，看着手机，点赞数慢慢增加。有了，有运动到的感觉了。嗯，手机运动，坐在上面，看着爱心一个一个增加。啊，他怎么掉下去了、啊？然后有什么陷阱呢、啊？趁他们要跳，说从他们面前飞过去。我刚刚跟他们讲了，这个以后来踢馆有没有？一开始就好好喊，我们就皮绷紧一点。嗯。不然的话，大哥没有输。大哥没有输、哦，就不会让酱油冲第一个了。对。哎呦，我这可是他刚刚其实大部分也是自己挖的，真的狂。对啊，很厉害哦，秒爆酱油。其实没有，就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。那你要下次记好路线在哪里？好的，没有记好路线。没有，他刚刚挖这么快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谁没教好？比不比哦 ？OK， 说好的教学呢？你都是重点，我们不要怪他。爸爸在叫我，不怪他，难道怪你吗？那你还是怪他好了。好，奇怪，没有啦，老师听我说不是这样子，我刚刚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有什么意思了？都是 B O B O 的错，挺不 B O B O。哦，可是我鼻子真的好一点呢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一个举动。Tomato， Big Tomato。看来刺激打架有助于改善过敏。有助于你的鼻子，鼻子增加血液循环。来。本季这是什么可怕的指令啊！我的天哪，管住呀！他直接走在边边就好了、啊，我直接跑就好了。他不管、啊，整个都不能动啊！要都不能动、啊，就慢慢跳在边边上。那跳到、啊、跑不到吧？等一下，可以啊，你先跳到最边边、啊。看来小心跑酷训练班。有啊，看来很多人要加入跑酷训练班，要转学了，要转学生了。而且这一。这个起手就可以作弊这样跳了。对啊，嗯、我们要多新同学了吗？我连第一个都跳不过。那是正常发挥、啊。那个后面不等了、啊，我们要速度赶场。速度赶场了。嗯。迟到也不等了。好过分！还有一个人迟到，不等了。所以这场是哪一个？自由之海、啊，自由别再怕了啊！真的吗？游泳，游泳喽！一开始皮就绷紧，好一样哦。这次我会把铁浪出来，铁肉，自由之海8000分，国王被送回去，就国王加800，好。哎呦呦呦，姗姗来迟。看来华磊成功，华磊来了，potato， 他是 potato，potato 哎，跟 tomato，tomato，
游泳游起来！哇，这两个谁是国王？谁嘞？不是我，酱油，酱油，皮绷紧一点啊，酱油，欢迎的啦，酱油没事，七分之一的机会。八分之一啦，八分之一，你没算到，你是把谁看在眼里？你说清楚，没有把谁算在里面，把我自己看在眼里，说说看啊，八分之一的机会，为什么？瑞凡，不是啦，麦恭维啦，他应该是没有把 Biu Biu 放在眼里，不然他就会说九分之一。我问他，哎，不行啊，我当光大很久哎，完了，不过你的反射弧好长啊，三十公分哦。这里有钱，三十公分啊！这里这里这里，看到繁星在挖，还不让繁星？繁星这里，这边有四个，这里也有四个，我这边有两颗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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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捷径捷径，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，捷径捷径。哦哦，酱油你好好运哦，你有那个黄金的。好多钱哪里啊？哎，真的，我地板都黄金。现在还挖不了，你不要紧张。对呀，繁星，你会成为明明。啊，跟着酱油那个什么这个国家就会那个繁荣吧。上一场就是因为有人把我铁稿给偷了，有心里都不平衡，对，直接让我生气气，拿走铁稿，怎么这么多黄金？有黄金好啊，你不要哦，你不要哦，你不要哦，挖掉，我来我来我来挖我来挖我来挖，该你来你挖我掉，有黄金这里，酱油你来了没？几块？五十块吧，五十块吗？有，应该有。快五十块，你先让我。好好，你先。还有没有两个铁？还要三颗。哦，捷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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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直接在外面赌啊！差两个铁，赌什么？啊，你先挖。还差一个，有人只要直接堵我们家门口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些全坏了。爱你哦，上去的可以赶快先帮忙铺到中间。嗯。操，这边这边。感谢。飞啊！卢米跟 Biu Biu 管不一样啊！卢米挖你挖，有人可以来挖好帮手。铁，哎，有人在那边闹了，是铁，你被挖了，要被挖走了，要被挖走了。今天，好，繁星赶快中间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有蓝色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哦不，下面也有，他是放下的。黄金熊，你干嘛？北魂，他们还没，他们还没。坏坏北极熊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条子没有很好吧？有，至少那个两百是我们的，两百是我们的。稳住第一波两百，关键，关键。附魔，附魔。这样你们要去死啊？为了钱啊？保险稳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可以溺死啊！我要去喽！那个没有，那边没有这样。那个拿棋子要吃饱啊，你没有吃饱啊？没有吃饱，你要是我们都没有发现啊。没有还没有很饿。你棋子要放副手，你就会有两排血，会有你就会饿了。有，我看到我有两排血了。嗯，谢谢北极熊。BQ66熊猫大侠。哦呦，哎，这个是我那么久没玩的，它一定要来这么刺激吗？国王什么的，嗨，拜拜。不太好吧？哦，我记得这个本机超会的，那个水下玻璃屋。哦，我不会啊，我很烂啊。问号，之前那个玻璃盖一堆，没有啊？欸、本机很弱啊，但只是比你强个一亿倍而已。那我是呈现负值的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你在 diss 本机呢？没有。你是负值，他比你强一倍，他不就是负一亿吗？哇！那我们不会数学啊？你要用除的，超强。我负的话，它就是除的。负数据除跟乘有差别吗？还是负呢？没有，有差有。钻石可以挖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乱挖，没有被挖掉了，没有挖，他们等下就会有加分。已经挖掉了，已经挖掉了。我看到已经被挖掉了，我才问的。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去挖他的，我去挖。喂，你可以不要在我后面吗？这可恶的家伙！你把他封起来，走开啊！
被熊派很变凶哎、欸，搞死能生就生哦，他们已经来抢钱哦。嗯，来了，我也去挖他们钻石喽。去来干嘛啦？有黑曜石稿就挖爆他们家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去挖工厂了，我要挖工厂了。啊，对耶，挖工厂，挖工厂。听我解释，我是很温柔的，我不是这么凶的人。哎呦，钻石挖掉了，钻石挖掉了。这个可能很难有人相信呢、啊。我是很温柔的人，刚刚那个很凶的那个屁孩帮我打人，屁孩杀了他，屁孩，屁孩打他，屁孩打他。现在的屁孩都这样子的。很凶，都很凶。我小屁孩多惨啊！很厉害，屁孩好凶。不是这个无畏，不，北极熊跟着我，啊，我就生出屁孩了吗？哇，这个妹子后面生了黄金金砖，都被我拿走了，好好。北极熊，抱歉了，很棒哦。北极熊，抱歉了。我、哦欸、那个屁孩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北极熊。他们家的屁孩也在打我、啊，他们家屁孩也在打我。啊你。在哪里啦？这里是无知子。那个卢米下去就遇到屁孩喽。有，我看到，我送去给那个蓝色的了。有人很好。欸、屁孩，对，工厂好了。结果变土司庙的了。这个这样子很闹呢、欸。我跟着我，等一下。哦，他不是我们的、哦。等一下，土司庙你认领的小孩了。酱油、哦、不要、哦、不要过来，来我不喜欢小孩，对不要过来。哎、欸，你领养不要，你给我进去，你给我进去，不要过来。堵着了，你不过来，寺庙会死掉呢。会啦，我把它堵起来了。你今天讲话好像怪怪的，你怎么了？他刚当王，我今天有点嗨。他刚当王，因为他刚刚当国王。小奇快跑，皮卡在咬了，小奇快跑。我看戏了。玻璃屋去你们家啊！我应该没猜错工厂吧？我不会猜到自己家。我哎、欸，反正我后面有一个人，就是他，北极熊，屁孩哦，上他，屁孩上啊！屁孩在看别人，他看小七、啊。屁孩的目标是别人。哇，找别人。来啊，你挖我挖嘛，一起挖。哎呀，他搞是烂的搞，我们一定赢他。屁孩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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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北极熊，又是北极熊。屁孩吃掉北极熊，坑坑巴巴给他们。屁孩就死了，屁孩很棒。不是你的家屁孩呢，够屁够屁。够屁够屁！哈哈，救命！我们屁孩打他，屁孩打他，我屁孩打了，屁孩打了，我啃过去，啃过去，不要让他走！我屁孩做事，屁孩做事，屁孩做事，做事做事！哇，正好要拆屋啊！今天是围拆围。屁孩努力跑，屁孩努力跑，屁孩又揍他一拳了。哇、啊，有人在修箱子啊！我讨厌小屁孩。这个在海上盖这么大一个围巾，这不拆掉吗？围巾，拆啊拆！好，围巾不拆吗？可以拆掉，拆起来。屁孩会一直追他，我不跟他了。欸、有人很紧张，他们的哎、欸，我们努力几啊？二。我升到二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刚刚被小屁孩杀掉的人在看我了吗？哎呦，谁在开炸水枪？哇哦！哇哦！你在偷拆我们家工厂啊？一颗天100块啊，100分啊！人多赚一点，先赚一点啊！教我。好了，剩下是要用炸的。皮绷得很紧啊。能赚先赚、啊，太空了吧，波波你好猛哦、喔！哇，不行啊，这次要不是要再用炸的，再用炸的。然后我来了，我来炸了，我来炸了。反正你要我们放下水，然后我们的水下玻璃哦，你要什么手？你要什么手？哎、欸欸、我们水下玻璃啊！家里有人吗？这都是我们的、啊，这都是我们的。哦，乱骗啊！我炸掉一个，可以打人啊。600秒，600，30秒哈。好的，那我要上去升装备了。中间上面的可以有人挖，我的下面我们也有人在上面加工厂了。上面的，
我等下就准备可以开打了。我要升装备了。你还要买技能哦，无敌瞬移，记得吗？钱钱不够用，生活不易，连游戏也是，不止现实。不不不，你挖不不你挖不不你挖，躺在里面，不不你挖，准备哦。没办法拆了，太赞了！我掉了，我掉了，哇！有他下去了，他下去陪你了。我又不见了，你的钱变成他们的了，我难过了。回来无敌啊，拜拜！哇天哪，那他比较赚哎、欸，超赚！灵魂是扣200块，凡凡直接负债累累。没有，凡凡那是赡养费，哎，两个小屁孩的费用。怎么不给我拆那个违建？没事没事，换我拆，换我拆，换我拆，我接手接手接手。政府来派我来拆违建的。政府来派派酱油政府，酱油政府去给我拆违建，他们这帮人。我们酱油政府这里是你的，这里双低一点比较好。啊！我要往回走啦。干嘛、啊？卖过来。卖过来。哎、欸，酱油怎么了？你摔到了吗？没有，在我们家楼上有人。那他很喜欢你，打赢他了。不要喜欢我，我不喜欢你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他叫做一只猪。那我们一起打他，变抢老公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恶家伙，我老公也抢吧？不行，他不喝哦。你那个是大众老公，对啊，全民老公。那你要站，那你要站一堆人的，你完了你。哎呀，有普通人，我有没有普通人？哇，这是命呀！哎，宝宝，命中注定就是你。哎呦，哎，加油，加油，炸弹！哎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炸起来哦！干嘛？凶哦，凶哦，来势汹汹是吗？没我事了。阿信怎么了？他们家等下工厂都不是要让一点啊，让我一点经济啦。你想打架啊？臭北极熊！哦，对不起，打错人。你打错人是不是？打错人。以为打北极熊。北极熊。打北极熊。我来了，我来支援了。今天是吐司果。吐司果。对，这样有多？战友已经被那个人连。哎、欸，他干嘛、啊？我只是想好好去炸。发光了，发光了。宝宝，你看，发扬光大，很干净，很干净。宝宝炸一下就好了。宝宝，北极熊来了，他摸一下就跑、欸。哎，高国中屁孩。国中屁孩，真的、啊？超级屁孩都来喽，上面上面。哎、欸，国中屁孩，你说我喜欢你，就是要拉你头发一下。我喜欢你，就是要把你的东西拿走藏起来。他不知道我这个烧不会蔓延吗？在这个关卡用烧也太花心了。他应该是自己买烧的。你说卢米吗？卢米死了哎、欸！我没有死。啊，卢米被烧死？我没有烧死，我杀了他。说什么嘞？卢米被烧死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不会不会，卢米被烧死。最喜欢当小骚妹啊！我今天学棒了。学棒。绝棒了！今天绝对不用烧。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好学啊！陆米，你好学啊！怎么学？我真的学不来。我们发光。棒哦！玻璃屋好伙伴，完了，完了！他们要杀光了。啊！哭娃儿！北极熊，我来了！北极熊，我生气了！北极熊，你们再不来，我要加速游戏结束了。要他们吧，没有啊，这是要认真场不是吗？杰克大大发言了，我会努力赚钱养你们的孩子们。等下，观众表示没有啊，这场我没有说要来打爆你们啊，误会。北极熊，一下要我们认真，一下要我们放水。嗯，耶，要声音，我的天哪，没有，但他们完全没在守啊。哎、欸，这谁啊？我要走了。北极熊啊，我打他，要打他。啊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快跑，快跑，他来烦我了。国王大人，赶快开路啊！国王大人，这火他灭不掉。拿稿子敲，拿稿子敲，稿子敲，稿子，稿子，用稿子一敲就没了，没那么难。他的抓拿稿子敲，稿子，稿子。我有按。
他在半砖打光大人。还没啊？谁啊？哎呀，花100块啊！哇，所以这我这个火其实有用是吧？哇！啊，我堵在家门口啊！为什么在海上面会有火灾啦？你要问那个人呢、啊？海上火灾，他们海上也有火灾的、啊。国王怎么回事啊？哦哟，国王一直被烧，干什么东西？我们没有要点烤吐司啊！国王很努力在灭火，这都要交了。解决一下那个，他们工厂只剩下一颗一颗头，我知道。我没钱了，我刚钱之后就死掉了。其实我们可以赚800块啊！哦，对耶，谁在丢这？被烧死没关系啊，祖师庙，真的、啊、真的。真的真的真的，烧一下烧一下，一下你烧死一下啊！祖师庙，你去死啊！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是可以过去啊。你变成宝石，我去运送，我去运送，让你赚钱。不、哦，两个人，两个人。哦、国王，哎、欸，那我烧了。他们家弟弟，他们家弟弟，他们国王也想要赚钱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烧了。在我们家弟弟哦，在我们家弟弟、哦欸。等一下，烧跟打是两回事。等一下、欸，我打死啊！我打死啊！我打死啊！有，我在家里慢慢等死。慢慢等，慢慢等。有了，我听起来很哀怨。是是是是，我等到，我等到，我等到。我再把当国王，不要说没事了。就算送回去，你还是国王的。嗯，是啥、啊？他妈送你，他妈送你上天国。你讲我、啊？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呢。他干这操作，你怎么来的哦？没有啊，他武器名字啦，武器名字。对啊，他刀名字叫他妈送你上天国。谁呀、啊哦？是啊，你看 T M 啊 ，OK 啊，就是 T M。把钱交出来，他是低调低调的在吗？哦，没有，刚刚才讲过那个武器有名字的话就是这样子啊。说话算话。还敢用这么凶的？这个人在爆了。这个人在帮我们盖违建呢、欸，酱油，我们教训他。OK， 来，欸、不可以盖违建哦。那你被罢免了，可是你要这个要送回你的宝石也不容易、欸、他们有狙击手。哎呦，这个违建的可以先不要，你可以先帮我灭个火，好吧？打那个国王就差一下下一下下。啊，你们打国王，我想办法送土司庙回去。哎、有人挖进家里，但是。他挖错边，我忍住，我忍住，我忍住，因为你在帮我们赚分，所以我不可以挖。不是因为我没有赚分你就挖了、啊，我掉下去了。土司庙，你这个宝石不好送啊。那很可以吧？嗯，好哦。搞得好像我在对我这边贡献一样。哎、有啊，超有哎、欸，他是机会，他是机会，完了，完了，你宝石送不了了。完蛋了，已经三百块不好赚。给他们，他们会送吗？不知道、欸、我觉得他们会把我藏起来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他们会藏起来。在哪？哎呦，有人在偷箱子的东西啊！用那个、啊、保险柜，保险柜，不要用箱子。哦，国王，国王、哦，后面有人打你了。不是啊，石头后面啊，这里。哦，对面国王。要打我一下吗？不走。不行，不可以。哦，对面国王。哦，哎呀，秒翻不了了！决定把那个宝石收藏，放在这里就走，放在这里就走，给你们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你放在哪里收藏？捡了，捡了，他捡了，我要捡，他捡了，快点送我回家，送我回家，送回家，你在哪？水里，你后面知道哪里送我回家吗？你先走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走过，送我回家。你先走，你赶快跑！哎呀，我走，啊，你怎么也走了？我是两滴血，替身战术，替身战术，快跑吧，三个人，快跑吧！替身战术，不是喵，你有没有被送？站在前面，欸、他站在前面。你们好了，我再丢对面。哇、啊，不行，先放保险箱子，收拾箱子。要不丢一丢啊？有强力士哎、欸，这个爱咋？强力士中强。没有，因为波波打死了，打死对面的。对啊，卢米你要溺死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被杀死，哦、有两只。你要丢了是不是？丢了，力量是强力士。我想说，我天哪，太痛了吧！他没有力量，送宝石，送宝石，送宝石。
他把他们的国王是吧？对，加800块。有一个那个，这个应该是宝石，我们要加钱。你宝石他们不送，完了。没有，他们把我的宝石放在普通的箱子里面。啊、你要讲啊！箱子里面是不是好？我们是假的，我们是他们家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哎呀哎呀哎！最后要死掉。没有，他没有放你，我们还是没有800块，可恶。不是没有，你要再试一次喽。普通的箱子里面，你要再试一次喽。重点是还没有带个，不需要你了。我要喊酱油妈妈，我们需要钱。好的，要领钱，我会好好养你们的。耶、yeah ，主持人要 go go。有。哎。阿伯，靠酱油妈妈，靠酱油妈妈。杰克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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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钱，杰克爸爸。好，我领。我原本可以连领50块，连领都领不了了。哎，中间保险箱，保险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中间只是其次。哎，中间有抢到了吗？没有，被挖走了。好啊，经过粉丝好啊。没有，现在是杰克爸爸，我不想。我已经拿了，在保险箱要。哎，我们人被打、啊。谁啊？哦，谁敢打我、啊？你走一次，你要不是我前面叫的、欸？快喊出来！你都死掉之后才叫的呢、欸，很舒服吗？很舒服是什么？刚刚没意识到，我被打。严老师说吧，怎么会没意识到被打？你是不是有点 B O B O？ 啊？请问 B O B O 现在是个抖恩代名词啊？抖恩代名词，后面两只哦。我以为是呕吐代名词。杰克也是啊。B O B O 很忙的，叫你怎么死啊？不是很忙哎、欸，你什么都拆开、欸，这边要来一点，这边也要来一点哦。你这边也要沾一点，那边也要沾一点，你什么好处都要有哎、欸、你。对啊，我真的是很哦，真的是哦，真的是哦 ，Oh my god， 我真的受不了我自己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你要修炼一下你那个夸奖自己的词汇。不会夸奖。貌美如花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你说如花吗？哇！酱油很油呢，你。那个貌美如花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Pickle 的油还是Pickle？Pickle。想不到原来是一个老油条啊！我超会夸哦。太会了，太会了。想想我怎么夸我师傅，就怎么夸你。他自己觉得没有，那就很可怕。还真是心疼他了哦。不会啦，Pickle。我结实了。他们那个洞超深。深坑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饿了。刚买的牛排就没了。咬到一半牛排没了。咬到一半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关门喽。”哎，我的剑，杰克，我的剑，你的剑就是我。哎哎哎，有了，啾啾，没钱，没了，那个什么，光明会不是还有吗？没了，那我没办法了，22块，只剩22，我负二十，赚钱养你们，你没有养到我。妈妈，我也没有。你的剑，你怎么一直超自己养你？没有啊，我在扑火啊，然后他在那边走来走去啊。所以那个是你没有那么难啊，灭火没那么难啊。他只追着你的屁屁啊。就砍他。锋利战可以。头上的歌哦。在这里附老蓝真的没什么用啊。不会啊。直接。除非你在地底疯狂打架。照砍呢、啊嗯！他跳下去，跳下去了！哎呦，我还有这么多那个……对不起，他要追你哎！你在道歉什么？他揍我！后面看得好，看得好！哇！做了什么事？我要去赚钱了，酱油不养我，去赚钱。酱油，我也缺钱啊，酱油！哦，逮捕的孩子太多了，妈妈！对，一个一堆孩子，哇，杰克你还火焰呢、啊？刚辅导的，就纯粹燃烧衣。他们家书柜很多啊，
他们家是贵多啊！有听到？有炸弹？有没有听到？杰克有炸弹吗？现在没有。来一个有炸弹的，我们掩护你到他们家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有，我身上有六颗。那你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他们已经有强三的攻喽。这么快？我是真的快饿死了。但因为已经挖到一半了，我吃快死，边走边吃。哎、欸，杰克你没来啊？你还有得吃？是反击过去啊？我没有啊，是露米啊。你要来战斗、哦？那我回去买点食物。你要先战营呢、啊？我从这边丢应该还行。露米那个是强力攻哦。我来啊！你来家，是一家。我们的国王跟对象也很多，有丢完了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炸到啊？杰克问你上，有啊，我炸了一脚。啊！我希望别人别包红包。打他打他，正面继续砍，继续弄，包围。哎、欸、他传走了。打那个木剑的。这个不晓得来干嘛的。小木剑。来捣乱的。穷人。妈咪要回家了。我们有点前面哦，小心！我们老鹰被炸了，我们老鹰被炸了。好。直击抓错。老鹰，他在上面是不是？他怎么去的、啊？见识是瞬移瞬上去吗？那应该炸弹也不多吧？哦，来招弹！哇哦！打一打，直接丢火焰弹呢、欸！我把他火焰弹用弓箭射掉了。哇、哦，打棒球！是呀、哦。嗯。他火焰弹丢到我身上也是没有。哦、谢谢。我宝宝青金石。我挖到人家家去了，我傻眼，快逃！阶梯几点？他怎么扣到多血？那只熊。一等。我有射到他。嗯，你上面是上面的，好，他掉下去，掉下去了，他游走了，游走了，哇，双手剑，双刀流，好久没看到了，小心哦，他攻击力痛哦，他应该是锻造吗？对，锻造的，妈妈带钱回来养你们了，我出门了。妈妈帮我们送钱到前线来了来了，谢谢酱油。送钱到前线干嘛？前线要钱干嘛？你到前线你去对面买啊！你要去对面买？那是送钱的吧？那个、欸、啊，这无敌，这无敌，这无敌，等下的无敌，可以帮忙上个保险柜、嗯。你不是那，你不是他妈这些他没钱了，我钱给你出来了。哦，没我也没钱。露米，等一下，我先回去。来了，我们附近好多人啊！真真保险柜，哎，你后面小心哦，断招的，断招的哦！我回来哦，老四炮，老四炮，好好，快跑！酱油，好了，我迎上。汤森，杰克，是有了，我们的老鹰，我丢炸弹，小心！你要讲啊，杰克，我看你过去了。我能把这僵尸拿去？淹水啊、欸！你说巨大城市，看有没有巨大城市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没试到过。没有巨人城市没有，没有，啊、没有，谢谢，我们把钱存进去了。耶，又有钱了！杰克，我先退哦。好，我在帮僵尸，是你钱呢？我在帮僵尸泡水。僵尸泡水，僵尸泡水，是什么？有了，他肩膀下去了，他肩膀下去了。他说：“我终于可以洗澡了。要淹过头，要淹过头，淹过头，淹过头，淹过头了。对，他也淹过脚了。搞不好其实我们等一下就真的变成那个巨大城市了吗？有点可爱。彩蛋，彩蛋啊！他要被溺死了。啊，他会被溺就没办法了。他被淹死了。欸、你们下面有人在搞、哦。”本机你吓死我了！你在搞哦？有有有，有人来喽！看你下面没事，还蹲蹲你揍我，你还给我蹲蹲？你揍我，你还敢跟我蹲蹲呐、啊？哎呀，
扒了你两拳啊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刚刚打完。不，他扒的，他扒的。他过去找你了，那个是谁啊？看不到 ID。前面三个在射哦。那就是过来想打我的。误会啊，误会。墩墩，他在那儿啊，在那儿。谁？我是，看我超痛超痛的。跑去他们家，快跑去他们家！现在去没用啊。炸死他们！哎，有人把我撞到了。我怕他打你，哎，我们国王好勇哦，我们国王。别冲了，看看有没有刷新。他们都在家，是不是在附魔？深海漫游。哦不，我差点要问六十秒是多久的白痴。真的很难回答你耶。这数学问题不太好。中间刷钱了，中间刷钱了。哇，恐怖情人。团走了，中间。有中间好了。没有深海漫游啊，都没有。等一下让我炸你啦，不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再跑一次酷啊。让我在水底爆炸吧。还要多久才60秒啊？要爆了。有。现在。怀疑啊。别怀疑。中间有那个、哦、商人呢、欸。而且。哦，商人旁边烧起来了。还有那个蛋。底下有钱，我去挖。我繁星去挖了，我没挖啦。哦，底下你没有去挖，我以为你去挖。我要死了。我就说底下有钱，我去挖。好慢，很慢。都不听人讲话。很慢。啊。最好急。有人在前线战斗吗？我没见识，我回来了。我也回来了。来个盾牌儿。来了，应该地下来打我。他们应该地下，你怎么这么 M 啊？谁打谁还不确定呢哦。OK， 你叫溺死喽 ，girl， girl， girl。哎、欸，复活了！进阶的巨人，巨人又回来了，他要复活了，这再把他淹死。好可怜哦，他说我归来了，我又死了。好想要金矿哦，可以来点金矿吗？伟大的神哦！那你要先跟大家讲说，今晚我想来点，今晚我想来点金矿，呕吐，我抢工作是不是？抢工作？没有，酱油现在也是呕吐怪二号。为什么？哇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我真是继承他，对哦。酱油上一次也是喝到爆出一波，对啊，我没想到人生第一次。你有人说好难喝，老狂灌，真的很难喝哎，真的很难喝。然后还是继续灌，对他继续灌。我喝的不是酒，是寂寞。你寂寞寂寞就好，我寂寞寂寞就好。寂寞不用人陪，只要一瓶酒。Free 那个 Re 什么布啊？我想 Re 布吧。那个 Re 布 Re 布。你说给你一双翅膀？是能量饮品吗？给我一双翅膀。啊！底西雷公啥？你喝醉了吗？思考逻辑总是特别的。他怎么不给我金矿啊？今晚我想来点金矿加金砖。刚讲完我就有了。为什么我原来是点到别人啊？送到边的吧。哎、欸，那个外送费你自己。我在哪？我在他们底下把他们全部都杀光。包包面，我正要爬上来。啊，两块了。我出来了。我出土了。哇，我东西全喷了反信音。没用啦，他举着弓，你快过来。没有，你要打哪里吗？桥、中间中间沙滩沙滩，哇来啊！啊，我掉死谁？我不会走路。他想开无敌。啊！他要瞬移了。中间有个酷酷。应该是 Bobo 的吧？应该是 Bobo 的。他瞬到我们的老鹰，他瞬到我们的老鹰。是风力三，还有一把弓在我们的老鹰上。有，我捡到弓。所以还有弓是不是？捡到 Bobo 的弓，弓，弓，我的好老公，你老公他捡到你老公了，
等一下，我们先安全地方交易。哎呀，先给你啦。哦，你交易完了，哦，那就没事了。给你，然后来这边。哦，等一下啦，那个北极熊熊是在哭吗？他很像在哭了，有没有人要跟我玩？很像在哭。有没有人要跟我们玩？宝宝，我你怎么又死了？他们你又掉工了，你不要拿了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拿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拿，给你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你要剑给你剑啊。我不要了，给你好的，你就一直死。然后我把它变强力士，哎，小心！哇，不是喵是吗？还是？好，哦，没事。本机是灵魂，力量效果，气死我了！我要去拆他们工厂，我回归我老本行。哇，太远了，丢不到他们工厂。然后那个是在干嘛，啊？臂力不够。我来了。太远，近走近。僵持那么久。干嘛打繁星？嗯，打繁星，打好是不是？修一下，打得很差。你知道巧克力本身吗？有人往我们家冲。好讲话哦。我说，你知道巧克力本身吗？说什么？啊？什么巧克力很怎样？啊，都不敢讲话，不敢闷一声。气。你怎么了？跳舞啊？我并没有想要看你跳舞哦。哎，欸，我那个很贵的呢，看一次都很贵的。有人走二楼。你说，哦，你都用很贵。说让我看一次很贵，是不是？我，你要付我钱吧？你要花时间看你这个烂舞的部分。哎，欸，什么鬼？我这是云门舞姬，舞姬。我跟你讲，里面有人在听到。你等一下要被告了。云门舞姬。云门五句不是五级，五句老一个，我听成云门那个不想去了，我呕吐，不用理他，也不用理他，太呕吐了。我们是八千分吗？八千对，嗯，哎，啊，烦了，干嘛？烦你叫的，啊？下啦，北极熊熊。你又死了！他没死，他没死，他快死了。我死了。你又死了。完了。我想好好拆工厂。他们其实有些人也很弱，欸，不要爬，小七。他无敌，他无敌。有人冲后门。哇，这宿敌很强嘞，欸！我看到他们的国王了。啊，我看到一个人宿敌超强的啦，那么厉害，他叠超快的。啊，等，看这里有可以呼吸的地方。他直接叠到老鹰上，欸，他还在叠，欸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疯了吧？疯还是自由掉下来了，欸？他可能有梦想啊，自由落体达人。他蛮会叠的，他可能在训练。哎呦哎呦，干什么？没事，你再吸引一下注意。有，吸引了。哇，他们国王还有尖刺，天刺，尖刺，欸，他好阴哦，喔，他保三保四的装吧，我力量效果还砍他一点点而已，都没有人跑到我们，哎，水下玻璃屋啊，水下玻璃屋有人，那我拿东西去，太硬了吧，国王，不愧是曾经有800块的人，啊，还有被送过一次啊。有人要帮我一下吗？在哪里？有，露米来了。我把他们家炸一个洞了。好，传送了。那现在他们家吗？他现在是工厂守门员的北极熊熊。至少他们的那个国王被我引诱走了。我要去，那我要去压榨劳工了。谁，啊？你可以干脆把那个炸到一八千分好了。你们潜入他们家，对啊，北极熊熊只督我一人呢，啊，他只爱你一个，啊，对啊，好了啦，哎呦啦，他们都有书柜啦，我把他炸掉了，卢米上面有一个，耶，yeah, ，nice， 走，我们去，哎，欸，你后面有一个拍狼，看不到他，
妈妈要带钱回家啦！啊，卢米，你加油！我猜一下他们家。哎呦！我也猜他们家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个人？我在他们家。他怎么这么快复活了？啊，这个复活要多慢？没有延迟。这有多久？我想说他每次不结快吗？他们国王太硬了，我先退一下。有，来陪你们打。杰克梅斯，我来了，没事。我要带着钱钱回来。干嘛冻死？你怎么从别人家出来？啊，这是别人家，别人家嘞，这是别人家，还能咋？别人家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哦，这是有啊，安全，哎呀，掉个。我带钱钱回来养你们。哎呀，谢谢妈妈，怎么这么棒？我是好妈妈，终于妈妈她要化成炸弹的形状了。终于明白，里面已经有炸弹了，我看到。没有啊，酱油，你说钱呢？钱呢？里面啊，你放进去。哎呦，一组保险箱里面，我现在就可以赌了耶，好爽哦！我放八九组哎，把巧克力拿走了，这一组没有，我只有奖二十块。一等一下，我放，我拿，我拿，我拿。等一下，我拿，我拿。我就二十块，我只领了一组哦。画面存证，我现在只挣二十块。我没有白花到剩下二十块啊！我赌了三次，也只是三组而已嘛。哎，我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这凭空消失。卢米一直不讲话，你是也拿很多。刚刚有一个人，我说我化成炸弹那一组而已啊。嗯，一组炸弹七百块。七百块，你知道你趁物价上涨的时候买啊？嗯，六十块而已啊，不多不多不多。谁增加钱呢？哎呀，哎，还好还好还好。哇！等一下，我刚怎么赌博三次全部失败啊？还好我今天没有去签大乐透，我的天！就你这个世界最衰的浪费我们的钱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还问说钱在哪里？都被 BOBO 赌空气赌完了。我这个叫做两牌，你懂吗？两牌，你赌了就行。你是我养一辈子吧？哎，不要再让他们发光一下。还有多的钱吗？有，身上满的钱。那可以买个发光？有，可以发光。发光，这个国家。不够有钱，连国王自己都亲自下海养。他打彪彪啊！万光你要出来打架吗？国王是也是可以的，不打的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跟我们关，跟我们关。哦彪彪，哦彪彪，你怎么又死了？主持人，我需要一点钱。看着我死掉啊！干嘛？哦有点太多了。我好难过啊！你是很开心吧？我很难过。你真是太可以，对啊，好好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在干嘛？渴死了。哦，他喷装备给我了。哦哦，工厂大战，觉得好开心。我有我有，上上下下呢。他们那队都是国王的装最强啊，其他都还 OK。他们国王超扯。哦，波波，你怎么死了？哦，波波，你一直死。为啥？波波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？你是不是又掉了什么装？没有，我没掉，我没掉。嗯，为什么我刚回？我水里为什么水里有装？还有炸弹？是跟对刚对面的。哦，对面的。哦，是这个炸弹，这个是那个火球。哦，那鸡蛋吧。对。我刚刚怎么一回头就有一颗炸弹在我旁边？如你这里有火球。哎，火球没有用啊！火球烧到自己了。想什么东西？想干做坏坏的事情？看来用火球也是很厉害啊！哎，我烧到 BOBO 了。哎呦，内神反弹了，反弹了，反弹了！内鬼啊，来故意啊！烧一下不会怎样？来故意，被烧了。来故意一下，来故意啊！来故意，来故意，对，我有看到，这次我看到。哎呦，不要再打我是谁啦，谁那么没水准？不要打我，我是谁？我们也很好奇啊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谁？我谁？我要吃无敌拆工厂了，气死我！我要炸他们家啦！我也炸了一下啦！
我要今晚我们家炸弹。喂，来点金砖加金矿，再配一杯牛奶。哎呦，感觉很不错哦。牛奶哦，感觉就很一般哦。今晚我一定要吃麦当劳。是啊，哪次不吃？啊、哪次不吃？我好像昨天也说过一样的话。所以你每天都在吃？没有。用谁家玻璃屋是放木箱的吗？他放了，他放了，他放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挖哦。那火在被我燃烧中。我清水性哦。哎呦，好，我去买木杆。我、哦、这个我好像不是，我摸得掉，我摸得掉。没事没事。哦，就差最后一块、啊，还要一个，还要一个。我躲一下。原来走这里啊！吓人！吓人！谁家他们家死了？本机啊！哎、欸，那个玻璃屋有人过去喽、啊！我在他的后面。哎，啊，有你，还有你，我有他，他有你。攻杀！啊！给我吃！哎、欸，工厂他在吃东西。工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没有升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升下去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燃烧这里吗？不要打我了啦！你在干嘛啦？在打你。不打你打谁？打你！不打你看。你们他好像就只打你。就只打。那没有我们的事啊。他打完你就回去了，所以我们就继续挖。他只要你单挑，这我们不能打搅啊。不是，我今天是稽查员。违建稽查员，那、啊、我们今天是看戏人员啊。这个拍摄、哦、有了，宝宝。拍摄怎么就 我完成你的遗愿了？哎呦，你这有时间？负责拍摄啊？我负责救援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跑、欸！先退，先退，先退，先退。你酸了？哎，哇，你跑好快啊！我带了。三你有炸弹吗？给你们。可是我 TNT 刚被收走了，我也是。昔日的魔王确实，确实，你的装备太强了。我要当个努力赚钱的好妈妈。他们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对，反应他的装备很强。我有点比你快哦。对不对？哦，是你急退。哦，他顺走，他顺走。我们老鹰上位吗？我老鹰，我们的老鹰。啊！我追他，我追他。天哪！哎、有，算可以，算可以，我可以狙击到他。我射他，我射他。哎！他跳，他跳，他跳海，他跳海了。好。哎、欸，有出海了，这又是我。换了。盾比较危险。是繁星还是繁星？就他，碎啦！喷了，有很多，哦，很多很多尖，哦，锋利三的剑啊！哎呀，我可以 end game 吗？可以吗？这么快，几点了？好啊，好啊。哦，你那个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哦。哪是不 end？ 我要 LLO 第一，海景第一排看戏，看戏，没有炸弹了。耶、yeah, 欸！有人过去了，再两再一颗，再一颗，我就可以。他不是要 end game？ 喂 ，go！ 好像要八千分啊！八千诶，不是八千吗？八千。嗯，原来，所以你还有十颗吗？干嘛啦，波波？我被，哎、欸，你直接波波吃波波吃波波，你为什么进去？我放石头还没有办法 ，biu biu 一个人直接挡住哎、欸，对啊，直接挡住七片玻璃哎、欸，哇塞，哇塞，哪那么你有七格大哎、欸，那猫口有两格，你有七格哎、欸，你怎么胖成这样？大，你讲讲看，你讲讲看啊，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够胖白嘛？我就不相信我好姐妹有比我小，哇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代替妈妈惩罚你，
哦，海底漫游有了，耶！等一下，我不够哎、欸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谁呀？哇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走这，他帮你们，我帮你复仇，要干掉他，干掉他了。我看到他直接堵你们，我傻眼了、啊，我完全做不了什么事情。哎呦，金苹果好吃，金苹果，金苹果。到底为什么酱油啊？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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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那怎么看的？你们怎么是酱油？我以为是波波。你还有问他吗？啊，你又被抢了！后面三个，后面三个，三个，后面三个，四个，四个，这个是太坏了！啊，被关进去了，被关进去了，有一个人被关进去了，又被关进去了，炸他，炸他！谁挡玻璃挡的比较大？哎，他们全部都来挡。还有力量，还有力量，我力量是我，力量是我。我没有贴贴了，有我来送贴贴，等一下，哦，先不能送哈。那你来丢，那你来丢，你可以用丢，直接送去玻璃屋，你直接送去玻璃屋。谁啦？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直接在玻璃屋等他们来打。我在拖怪啊。进去，直接进去吗？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对。等一下，出去。你怎么会死啊？你怎么会死啊？狙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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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猛！我不用死，我不会死。哎、欸，你好猛哦！狙杀！你好猛哦！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回去了，杀了！哇！不是喵吗？喵！我全套保护，保护也不会啊，保护二。刚杰克也没有死哦，应该没有死啊。然后有个清水星，还好。可恶！哎，变雪球了。到底是什么鬼？为什么刚刚一堆人这么好听呢？对啊，彪彪，你怎么有办法一个人就可以挡住七块玻璃啊？真大傻眼！我以为我可以再击八一个，击八一个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击八个玻璃？嗯，干哇！好啦，辛苦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辛苦啦！感谢酱油妈妈养我们。终于知道当妈妈的辛苦，不生孩子了。你有阿呆了，你有阿呆了。对，一个阿呆我就养不起了。你可以领养啊，领养我们就好了。领养我们、啊。这边可以挑十个，请用领养代替生育。不要生孩子不好养。休息休息啦，休息休息啊。啊。最后，然后连续两次的啦，哎，等一下啊，我第一场真的是对面太猛了，真的是很强很强啊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。哦，对啊，我右手现在好酸哦，没办法，前面打太激烈了，手没休息到。